果大家有手机的话，麻烦连到我们这个网站 slideo.com， 然后连到 slideo.com 之后，你们可以输入一个今天的日期，就是4/21。那输入之后呢，大家就会到一个匿名的一个聊天室。那在接下来，我花5分钟再开始稍微报告一下我们在行政院里面的一些工作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想说，那到底我接下来的另外20分钟到底要讲什么？所以呢，这个各位就可以匿名提一些问题。那之所以不是举手发问或者是具名，是因为通常这样子会有一些沟通不良的问题。那但是匿名的话，大家就可以随便爱问什么问什么。那如果大家就是有看到别人问的问题，你也想问的话，那你要就按赞就可以了。那赞数最高的几个问题呢，我会在就是在你开始会议之后来处理。所以如果现在大家上去的话，就很欢迎匿名的问我一些问题了。那在大家还在想要问什么，或者还在联系到 slideo.com 输入4/21的时候，我们先看一下这张图。这张图是我常常用来说明就是政府的角色，在有网际网路跟尤其是 social media 跟手机发明以前的状况。政府呢，通常就是被赋予两个角色，一个就是在各方的不同的利益关系，有些是私部门比较关心个人利益的朋友，有些是比较公民社会关心公众利益的朋友。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政府要扮演比较像仲裁者的一个角色，确保双方不会彼此伤到彼此太多。那第二个是说，政府要扮演一个连接者的角色，确保双方都听得懂彼此的语言，然后呢帮双方来组织起来。那但是呢，大概到了手机跟 social media 方面，也就是大概10年以前，这个状况就有了非常大的转变。因为呢，第一呢，公民社会也好，或者是私部门各个朋友也好，根本不需要靠政府，也不需要靠立委，也不需要靠主流媒体，大家自己就可以组织起来，而且组织起来的力量、组织起来的速度远超过我们传统的这种由上而下的这样子一种各自结构。那第二个是说呢，大家在此中间呢，彼此互相交流的资讯的量也已经大到我们没有办法透过像国立殡仪馆这样子的单位来说到底哪些才是真正的发生的事情。所以说，如果我们还要继续扮演中间这个政府的角色，那就很快就会崩坏。我们在国际上面大家都会看到，越民主的国家，人民就越不信任政府。那这个就是在接近这10年来，我们大家都看到共同的趋势。所以呢，我们现在在试着在做的，就是刚刚提到的开放政府的这个概念，是把这个加力发展。我们不再问说到底怎么样子，我们来当这个仲裁者，来帮大家找出一个最平衡的做法。我们也不再去说，那政府自己来定义怎么样是所谓的价值。相反，像大家在看到我在出国的时候，在联合国用的简报上面都是说 values of Taiwan， 这个是一个复数型啊，就是有许许多多不同的价值中间的对话。所以政府的角色在我看来就是要问两个问题，一个是说虽然大家立场都不一样，但是有没有大家一些共同的价值？然后第二个，如果大家有些共同都可以接受的价值的话，我们能不能在这里面找到一些 solution for all， 就是说用透过这些共同的价值找到一些解决方式，对大家都好，至少不要牺牲掉任何人。这样讲非常的玄，所以我们就实际看一下我们在行政院里面的意思。我们也是透过就是 design thinking 的方法来去找到我们整个团队的一些共同的价值。那像我们在行政院，我们共同价值最重要就是建立互信。往左边是要培养，就是公民社会在参与的时候，他 well informed， 就是说要知道事情发生什么事情。但在右边要让我们专业的事务官知道说，这样子一套东西对大家是省时间的，是降低风险的，而不是说更浪费大家的时间，更增加大家的风险。我们具体来讲的做法呢，就是透过这边的开放政府。那大家可能知道有一个网站叫做中一点，只有一点 TW， 是大家只要有5000个人的联署，那就可以让政府出来这个做一个说明，做一场写作会议的这样一个平台。但是呢，大家不一定知道的是，在这个月底开始，众人平台就会公布所有的1200多项的各部会自己管好的计划，包含他每个月或者每季的进度，花了多少钱，开了多少表演，做了多少研究案，所有这些东西不但是公布在众人平台上，而且每一小笔的这个部会自己管好计划，不管他在小，都可以成为大家讨论的标的，在底下会有讨论区，然后呢，我们也会请公务员来回应大家对于目前这个执行进度等等这个做法。那这个就呼应我们议员一开始说的，就是 POC。大家在一开始看到政府到底正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这些才能成为所谓的 social object， 就是整个社会都可以来讨论的这个标的。那在我们政府内部呢，为了要就是承受各位这样子的这个好奇心或者是询问或者是对焦的那个工作，我们也特别向国会联络人，就是专门跟立委们，或者是新闻联络人专门跟
跟主流媒体们都不一样，我们也试试了开放程度联络人，在每个部会甚至现在很多部会的三级机关都有专门的 team 来处理所有大家在这个网络上面或者是在协作会议上面所提出来的各种问题。我们只举一个例子来讲，就是在去年差不多这个5月1号的时候，就有一位朋友提案，这个提案其实不能说是一个提案，要说一个心情的反应嘛，叫做暴雪软体难用到爆炸。那它的主文的部分呢，负能量就很充满，就不引述了。那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充满负能量的一个提案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在5月3号的晚上，我们的财政部开放者联络人杨金凤就马上在上面做一个具体的回应，说大家骂的最凶的这些朋友们、会吵的朋友们都进厨房，我们请这个大家几月来参加我们共创客户研究的工作坊，一起来找出我们到底暴雪软体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怎么样是出了问题。就像刚才说的，我们公共服务员就是在提供服务，那服务呢当然是需要透过服务设计的方法来做规划，而服务设计跟以前大家会比较习惯的 UI UX 设计呢，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所谓反求诸己。在我们这个服务设计的过程里，我们就发现财政部做了一些不太必要的事情，这边都是用大家在网络上实际的留言，好比像说自曝多，好比像说华丽到让人迷惘，好比像说一想到他报学习行动就不好等等，就是这些都是这个完全没有 censor， 完全用大家网络上实际的留言，在我们共创工作坊里面一起来做一个聚焦的工作。那当然我们在做 service design 最好是说你从第一个跳出网到最后一个跳出网心情要越来越好，那但是报学这个体验我想心情越来越好不太可能，所以我们设一个比较低的一个这个标准，就心情不要变差就可以了。但是即使是这样子呢，还是有各种各样的挑战，所以我们当天在直播之后最主要的一个决定就是我们要再办4场 co-creation workshop， 对里面的每一个 vertical 都要把，好比像说红区或税区，好比像说环保公司专业的领导员，然后这些从最凶的朋友们，然后全部都邀请来，然后一起来画我们今年的暴雪界面。所以今年如果你很喜欢用 Windows， 很喜欢用旧的左边的暴雪界面，它还在，它不会跑掉。但是如果你是用 Mac、Linux 或者 iPad 或者 Android 的话，我们现在有一个真正比较漂亮的一个 Web 暴雪界面。那这样子大家就是 co-create 出来的结果。那我这边想要特别赞扬的就是说，来这边的朋友们，其实呢在网络上看起来很酸，但是真的是因为他们比我们都要专业。所以呢，不只是专业的服务设计师或者专业的 journalist。专业的这个好比像说我们的 IT architect 来了之后就说，哎，我们用的这个放在机房里面的这样子一种这个 deployment 就是部署的方法呢，真的是太贵而且也不必要，所以他就建议了一个云端部署的方法。所以呢，对财政部来讲，这一整个案子它的 budget 是负的，我们省了非常非常多钱，用里面的 infrastructure 来做 design。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在经过大家的参与，从财政部的朋友的角度来讲，大家是带着具体的礼物来的，而不是好像只是找麻烦而已。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公务体系跟人民之间的互信才可以慢慢的建立。好，我们来看看 slide 上面有没有这个接下来20分钟可以讨论的一些话题。OK， 有太好了。有9位朋友们想知道说要怎么样达成议题的共识，有条件的共识又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当我们在说共识的时候，很多人脑里会想到说，一定要是大家逐字逐句，最后有一个 joint statement， 就好像国与国之间的条约那样子的东西。但是呢，这样子的问题呢是说，其实在网络上面，如果要达到这种我们叫精细的共识的话，并不是最有道理的人赢，也不是这个地位最高的人赢，是最有时间的人赢。就是说大家就是在上面，你知道一直留言一直留言，到最后就大家终于不想跟你吵了，到最后你看起来就赢了。但是那样子并不是共识，那样子只是说大家不想这个浪费时间而已。所以我这边想要特别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在说共识的时候，我们指的是粗略共识，就是所谓的 broad consensus。 那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像我们之前在众平台，大家可能记得有8000位朋友们提案把我们的时区从 GMT 加8改到 GMT 加9，就是跟日本、韩国同一个时间区。那但是也有8000位朋友提案说要这我们的 GMT 呢留在加8的这个时区。那这个看起来两方呢是很难求取共识的。但是呢，当我们把两方都邀来，然后透过 co-creation 的方式去问说这个议题你们提出这个有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而且也透过这个事实对齐的方式，好比像说像经济部那时候就来说他算过了这个绿光节约时间对节能也没有影响等等，所以我们要付出一些成本，但是呢也不一定能够换来什么。就是后来提案的朋友们就说，哦，他只是想要国际上看到这个台湾有它拥有我们自己的独特性啊，跟这个旁边的政权都不一样。那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再往上再抽高一下，就是说，那怎么样让国际上看见台湾的独特性？后来呢，不管是正方也好，
还是反方的朋友，都达到了一个共同的理解，就是说即使我们真的改了时区，可能就是在国际媒体上面红个那么两分钟，那但是呢这个北京城权呢就只要是看香港也是同通的货币啊，那这样子就解决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并不是一个最好的 solution， 但它后面是一个真正的 social need， 所以大家就一起集思广益了，大概十几种方式来增加台湾的能见度，包含在国际发展目标上面，在国际上面去用我们的数位治理等等，去让大家更看得到台湾，也包含一些文化上面的工作。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所谓的 rough consensus， 就是去找到大家至少不争执的一些基本的一些价值，但是不要太精细的去在意识形态上面去花大家太多的时间。有十九位朋友们说，如何让市民参与的这件事情在民主跟民粹之间取得平衡？我想这里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 design thinking， 大家可能知道是有 double diamond 或者有好几个 diamond， 在发散的这个时候，就是大家脑力尽量提出不同解法的时候，这个时候代表性并不是重点，重点是 diversity， 就是你有没有可能把各种各样多元的看法都在这种集思广益的时候，并不是谁压迫谁，所以大家都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在这种发散的过程里面，我觉得就非常适合运用像这样子的所谓公民科技。那在我们用公民科技的时候，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各位看到不管是 Slido 或者 Join 上面的留言，或者所有这些东西，它其实都没有办法彼此 reply。也就是说，我们只把最浪费大家时间的回应留言，然后就亮起一个红色的一或二或三的这样子一个东西啊，把它直接拿掉。所以你唯一看到 Slido 上面的问题，你想要问更好的方法，就是提出新的问题。中文的提案也是这样 ，policy 也是一样。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尽量让大家的注意力能够聚焦在实际大家都觉得重要的事情上，而不是在一些枝微末节的事情上面啊、去浪费掉彼此的时间。所以这边呢，我有一个这个叫做 policy 的这个系统跟大家分享。这个系统呢，它的特点就是啊，就是永续发展目标。这个系统的特点就是说，假设你有这个5000个人来，然后投票都投完全一样的话，你在这边就只是一个小点而已，它不会增加什么面积，因为它所量测的是大家的意见的多元性的 diversity， 而不是每个 group 里面相对的人数。我们只要不要数人头，那大家就不会动员来有一堆人头让我们数。我们在数的呢，其实是大家对于彼此的意见接受的程度。所以在这样子的过程里，我们就发现说，在以前的公共讨论里面，可能是这些最divisive， 就是最把大家撕裂的，才有5个 point， 去浪费掉大家95%的时间。但是事实上，95%的事情大家是有共识的。我们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去把这个东西深化，然后去找出一些大家都能够接受的 action plan。那所以呢，这个空间的设计，我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在对于这位朋友的这个询问上面。然后我们只剩5分钟，好，那透过手机跟电脑，我们是不是有被监控非常好的问题？手机跟电脑本身，如果当然没有被植入雾霾的话，基本上是不会监控，因为它是你的一个 extension。但是当它一连上网络之后，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始询问了。当你使用一个网络的服务的提供者的时候，它有没有提供一个隐私的一个 guarantee？你是不是知道说你上去之后，你提供的东西未来会被怎么样的使用？那资料的搜集、处理、利用，我一向都觉得说，给你挂羊头就卖羊肉，挂狗头就卖狗肉，但是不能够好像看起来这个只做了某些事情，但事实上做了别的事情。那我们在已经送到立法院，希望能够很快通过的数位通讯传播法里面，就已经规范了，就是所有的这些网络上面的平台服务的提供者，要把它到底是怎么样子去使用大家的资料，跟怎么样保护大家隐私的这件事情讲清楚。所以讲清楚的意思就是，不是用500页的这个非常城市码的样子的文具，而是说用大家真的能够看懂的方式。那这部分呢，我们会就是扮演一个所谓的 multi-stakeholder， 就是让所有在这个方面利益关系的人都可以讨论出一套又容易，然后大家又能够理解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有朋友用英文问了一个问题，说 What are the main difficulties you're facing to make online more open？ 我想其实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patience， 就是耐心。因为当我们这个现在是国事戒严之后的第一代，我还记得戒严，比我年轻的就记得戒严了。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一整套的这个 operating system 的运作程序，它是一个非常top down的一个运作程序。我们现在呢，正在慢慢的去把这个不管是核心或者是它的一些应用程序去进行改造。那当然，现在大家会很希望说，我们赶快开一些外挂，然后呢就这个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事实上，最需要改变的就是政府要放弃掉这种好像以前小学老师在讲台上面明明懂的也没有比底下滑手机的这个正
在常规期待的小学生多，但是却硬要摆出一个好像自己什么都懂的这样一个姿态，是大方承认说我们不懂，我们在做比如说刚刚讲暴雪软体，我们就没有这个 expertise， 那大家就一起来进行这个创造。那在所谓放下面子问题的这件事情，它只能透过一个长时间的潜移默化，去让大家看到说这个对各自的这个工作其实是有减轻的，那对于各自的风险其实也是有减低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有人来 share 这个 credit。 所以这就是我每次做简报的时候，哪一个公部门的哪一位事务官做的是 innovation， 我都会把它拍简报里，而且像刚刚那样附上照片，因为最重要就是说我要 share 这个 credit， 不是说所有 credit 都是这个政委收割了，然后发生事情的时候都是公务员这个来这个背黑锅，是相反，所有创新的风险尽量我来吸收，那所有的 credit 尽量大家来分担，这个是具体的 solve 的方式哈。那有十二位朋友想要知道创新创业跟大学教育的关联性，这个问我其实不一定问得很对，因为我国中就辍学了，我国中二年级就辍学了，所以大家知道我对于大学的看法可能跟大家比较不一样。我对大学的看法是说，它是一个你随时需要就去运用的一个资源。所以说我去创业之后，我发现我需要一些商管的知识，我就回去商管旁听。再创业一阵子，我需要社会学、人文、哲学的知识，我就回去那边研究所去跟研究所的朋友们一起做研究。我的意思是说，大学如果是把它当成所谓书到用时随便找的这样一个资源的话，它就不会去反制你的人生规划。那我们现在的学位授予法的修改、实验教育法的修改，也就是在往这个方向走。就是说，以前大家都想要非得念4年之后就拿到一个学位，但现在就比较像是什么呢？就是游戏里面的成就解锁的概念。你需要一个东西，花了1年2年，你有一个学程，或你完成了一个 project， 那这样就很好，让你再到社会，然后再跟大家互动之后再回学校，再到社会再回学校，整个学位的这个概念，以及所谓的实验教育，在大学阶段实验教育，这些都是我们目前政府已经正在开出来一些可能性。那这些我觉得对创新创业都是非常有好处的。互信呢，那对公务员跟民众的差异最首要的知道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是这样，互信顾名思义是交互，但是呢，我们现在就像刚刚讲的 social media 让民间社会自己跟自己之间距离非常近，而跟公务员的距离并没有变远，但是相对看变得比较远了。所以我一直都觉得说，我们公务体系要自己愿意首先跳出第一步，把下头自己把我所有分院里面开会的逐字稿都公开上网，好比像说刚刚把所有大家关票的事项都公开上网，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不怕大家来问，不怕大家来讨论。那这样子大家就发现说，政府比较相信人民。那至于人民要不要对等的相信政府，我觉得这就是看各位。但是我们尽量的把大家的这个时间能够做很好的聚焦跟运用。那只要大家发现自己的时间没有被浪费，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互信就有这个滋长的这个空间。具有洞察设计能力如何培养，以及如何引入公务单位来做全面服务？我想洞察跟设计的能力啊，重点并不是要有钱，而是要有闲。有闲的意思就是说呢，在自己这个正在工作，可能到凌晨还在工作的时候呢，自己在脑里面有一小块，去看到自己工作的过程里面有哪些事情，它是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看，用一些同事面子动画，用哪些别的事情能够结合别人的力量来达成。那所有这些东西其实需要的是我们对于包含公务体系的这个工作环境，让它变成是一个更有效率的工作环境。这个效率不是在这个爆肝的情况下达到这个工作的效率，而是在充分运用彼此时间的效率。那这个不管我们透过电传劳动，透过这个所谓的这个 virtual office， 透过 collaboration platform， 所有这些东西我们现在都在行政院里面透过以身作则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工作。好，还有1分钟。为什么这一次报税系统这么快完成？工作流程有什么不一样吗？我想为什么这么快完成，很重要的就是这个联署平台给了我们一个依据。那在公务体系里面，可能大家不知道，依据这两个字是最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说，很多事情大家都已经想要改很久了，甚至是公务员自己也可能受不了了。那但是呢，没有一个依据的时候呢，就没有人能够去这个写一个文往上签，然后去承办。举例来讲，像公务员自己也在公共政策参与平台提了一个案子，说我们现在每次请假都只能请半天，但其实就是病假或其他本来就可以一小时来请，所以这个系统本身是可以一小时来请假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请休假的时候，就还是半天半天的请，至少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就是以前这样子，所以现在这样子。但是呢，这个因为牵涉到行政院人事总署跟考试院全序部，他们双方在没有依据的情况下，都不想找对方的麻烦，所以说过了很多年，事情都还是这样。那在现在，因为有5000个人去投这个联署，那这样子的话呢，人事总署的这个开发者联络人就可以说，这不是我的意思啊，这是5000个人的意思。然后呢，又在开发者联络人，我们每个月都会31个这个部会的 PO 呢来做一个共同表决，说我们这个月要集中处理哪
些事情。那当然不意外的，这个就得了最高票。所以说这个情况，大家都 say no 的嘛。那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行政院的这个对考试院的窗口，这个说哎，这不是我的意思，这是31个部会共同的意思。然后到了全讯部的时候，就可以说哦，这是这个行政院全体的意思，不是我们全讯部的道理。然后现在正在考试院会，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只要你在中间把这个 incentive 设计成，大家能够分担掉彼此的风险，然后又降低彼此工作的成本，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快速的产生出依据来，这个依据就可以很快的在公共体系里面达到这件事情。所以像在那个 co-creation workshop for tax income tax file， 就是我们的所有的税务系统里面，我们礼拜五收到东西之后，我礼拜一就拿给院长说，哎，这个我们来重新设计一下。那我觉得一切很好，就是当时林权院长他本身就是专业的财政部的事务官出身，所以他完全知道这中间的各种关卡，他就跟我说，好了，你要这样改这样改。然后呢，所以就顺利就完成了。所以我想就是一个很快的这个 escalation， 就是我们一有共识，马上拿给院长，院长一看，马上可以采取行动。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那我已经 over time， 所以这个很抱歉啊，接下来的问题就没有办法一一回答。但是呢，我想我并没有，目前为止，因为是用一个院长上课的方式，大家来找我的时候都是资源来找我，我不会跑去找国防部或者陆委会说，哎，你要我用我这一套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现在来找我的人都是已经准备好要运用开放的方式进行创新的朋友，所以我完全没有在承认我现在做的很愉快。谢谢大家。谢谢唐凤，谢谢阿姨。我觉得在这个分享里面，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实务在推动公共服务的创新的一个很好的典范案例，而且呢，实际上是很充分的运用资讯的力量，而且呢，去驱动。